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谈安家。在上一集里面，师父提到了所谓“菜根香不衣暖”，也就是说，所谓的安家呢，并不是在物质生活上让大家非常的满足，予取予求，而是要让大家在精神生活上获得满足。那么怎么做到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。师父您讲啊，就是说我觉得您非常重视这个精神上的满足啊，在工作上您觉得说要有一个精神上的理念，那么在家庭里面安家呢，您谈到就是说要精神上要满足。那么精神上的满足说起来很简单，可是要做到的话好像是好像目标不是很清楚。师父能不能谈谈怎么样做到精神上的满足？精神上的满足应该是这样子啊，要一个共同的这个愿景，一个家庭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。在古时候啊，有些读书人家所谓有家训，对，就是还有家规，那这些呢都是说这是我们这一族，我们这一家人从老祖宗教我们的这个原则，做人的原则是什么，我们的生活生命的一个方向应该是怎么做。这个呢在我们现代人大概没有了。对呀、诸子有这个诸习，有家训。对，还有曾文正公也有，曾文正公有个家书。有，对对对。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呢自己都不知道做什么，因为上一代的人没有告诉我们有什么家训，那我们自己也不知道，那不知道应该有个共同的一个生命的生活的一个愿景。是，这个愿景不是钱，不是地位，不是这个势力，不是为了追求权势名利位，不是追求这个五个东西，而是呢追求一个不朽。不朽，这个不朽就是什么？不朽呢就是，所以中国人讲立功立德立言，立言，那立功不会立，立德总是能立嘛，立言不会立，立德总是很重要嘛，所谓的立的德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人的品格。人品，什么叫做人品？也是很抽象。是啊，这个人品就是说，我们不要让其他的人骂我们的祖宗。中国人很喜欢骂人家祖宗十八代的，所以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这是我们中国三字经这样子讲的。那我们中国人呢，是讲是重视一个伦理，重视道德。这个伦理道德是什么？是尽责尽分，尽责任尽本分，尽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本分，能够做好的话那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虽然穷，但是人做好了，虽然这个低微，但是人是做好了的。那这个一个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呢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桩事。那如果是一个家庭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共同的一个愿景的话，这个家庭一定是和乐的。是怎么样子，他只是往这个同一个方向走。所以尽责尽分，个人每一个人自己都尽自己的责尽自己的分，尽不到的时候彼此是互相谅解的。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彼此的推诿，要互相的争夺，那么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完了。是，可是师父啊，大家记得在五四运动以后啊，很多人就觉得说中国的伦理道德啊好像也叫做吃人的礼教，似乎是对现代人来讲是太沉重了，给了我们太多的束缚，所以要纷纷的推翻这些礼教，推翻这些道德的束缚。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小家庭里面大家讲究非常的自由民主啊，真的是好像跟师父讲的这个观念啊相去比较远。
所以师父觉得现代人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观念，因为过去啊，嗯，那个礼教赐人也是真的，嗯，他就是啊，上代的人规范下一代的人，因为要怎么样，要三从，要四德，这个没有道理，没有道理。上边的人不负责任，叫下边的人只有要求，要遵从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我讲的所谓伦理是啊，尽每一个人的本分的，上行下效，这个父慈子孝，这样子的伦理，而不是说那个高压手段，而是呢，就是念符咒一样的，念一个咒。画一个符，要你这个样子，用这个、这个伦理道德，这个人、这个来大帽子，大帽子压住你。那么像这种情形呢，就是完全错的。说父长父随，其实也是对的。父长父随是对的。可是呢，丈夫压迫妻子，一定要说是嫁鸡，跟随鸡，跟随鸡嫁狗跟狗，这是错的。可是呢，夫妻两个。彼此的互相的尊重，互相的爱护，互相的学习，互相的谅解，这个是啊，彼此的互相共同的责任，也是共同的义务。如果是这样子，为什么不好？我讲的伦理是啊，是这个是对等的，是互动的，并不是啊，像我中国的讲个赤人礼教不是的。赤人礼教就是拿那些帽子压人，使得这个后辈的人，或者是呢，这个妇女就变成了这个被欺负的人。所以，不论他是大人或者小孩子，在家里面他都是一份子，他都有对等的这个权利和义务。是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说“囡仔郎乌黑毛嘴”，这其实也是不对的。应该让他有发表意见。发表意见的这个权利嘛，是，但是听一听他具体讲什么嘛，是，有道理没有道理，然后再教导他，然后就告诉他，疏导他，是，不是说闭嘴，讲讲，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师父说，现代的家庭还是要讲究伦理的，不过这个伦理呢，不是以上对下，以一方强压一方，而是对等的互动的。那么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